我们要在这里想办法生存咯。我先来找找看，看这里有没有什么。啊，鞋湿了，踩到河里了，鞋湿了。可是生存还是要继续生存下去。这里怎么都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啊，都没有东西吃，该怎么生存啊？口好干哦，先喝一点水好了。啊，喝饱了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一只猎豹？先躲着，不能让他看到。我是不。我闻到了有食物气味，那怎么办啊？我害怕哎！我身上先喂一点，先喂一点，准备一些东西。啊，太好了！该找什么东西生存好呢？这里怎么有一个人？怎么这里还会有人？我也是因为一些某某原因而到这里的。我一觉醒来就发现我突然在这个地方了。对了，我刚才有发现一只猎豹，刚好你身上有一把剑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杀它？好，可以的。我们出发吧！啊，猎豹怎么自己就走过来了？好痛哦！啊，被咬了！终于有食物可以吃的，这还要去烧烤。吃的好饱哦，对，就是啊。这里怎么传来一阵怪声？啊，怎么有这么多豹子？我们是来帮我们老大报仇的。啊！看我的无敌之刃！啊！受伤了！你打不到我，我可是会飞天的，我是飞天豹子，你打不到我。那我可是跳高选手呢，看我的厉害！啊！可恶！我们怎么回来这个叉叉公园啊？哇，我们竟然回来叉叉公园了耶！耶耶耶！那回来之后我们要做点什么事呢？对了，我想到一件好事情，我们两个做好朋友吧。好啊，耶！大结局。从此两人就有非常大的感情，从此踏上人生之路，大结局完。